Hi, my name is Kevin Wong， 我是一位摄影师。那摄影师呢，就是捕捉影像的部分，这没有什么大问题。那后期制作呢，剪辑啊、调光这些，全部都是建立在我们摄影师拍摄的影像上面来增加、或者是调整这个影像，就基本是不变的。那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影像增加更多的资讯啊、更多的内容的话，你就要加上文字啊。我觉得文字是一个工具啊，就是可以增加更多的内容在上面。那我想要练习一下，就是文字的编排、文字的设计啊、文字的间距啊、排版啊，这些全部都我想要来慢慢的研究，就是好好的来编排设计一下了。那我们就先用单独的一种字体，然后就慢慢的来用不同的编排方式，看有什么不同的花样啊，不同的后置方式，把文字把我们想要的内容增加到我们的影像上面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